崔永元先生其实是一个挺单纯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和他的死对头方舟子可能是一类人。我当面问过方舟子，你打假的时候为什么不根据当事人的人气和社会风评而有选择的打假呢？这样你获得的舆论支持会更多嘛，你的形象也会更好，打假的规模会更大。方舟子回答说，那我不就是政治人物了吗？我估计同样的问题抛给崔永元，他也会是这般的口气，这般的答案。在我看来，社会中这样的人多一些肯定是好的，因为这些人肯定不会做他们自己定义的坏事儿。如果他们知道某件事自己会赚很多钱，但同时又会有很多无辜的群众受伤害，他们是肯定不会做的。不过，单纯是远远不能解决社会的复杂问题的。今天我们讨论的呢，就是崔永元先生发自他单纯内心的一个言论。崔永元先生对社会应该很有责任感，他经常在国内和国外的不同场合发出抱怨的声音。用他的话说，他的这些破坏性的意见对于管理者和负责人来说就是建设性的建议。谁说抱怨不是建设性的意见呢？谁说抱怨不是积极的态度呢？这样说对吗？我认为不对。为什么呢？举一个例子，如果你的母亲需要立即到本地唯一的医院看病，去了医院发现这个医院里的大夫啊，救治你母亲的进度没有达到你的预期，你要怎么做？一是到外面抱怨，甚至破口大骂这个医院。另一种做法呢，是积极的联系医院的领导和大夫，一起讨论是什么样的问题以及对应的解决办法。如果是你，你选择哪一种？很显然，崔永元选择了第一种。他在外面骂来骂去，就是不愿意和医院的负责人坐下来谈一谈自己家人治病的问题。当然了，也肯定会有很多普通老百姓呢，就选择第一种，因为他们一来没有时间，二来也缺少相关的知识，三来可能他们也没有办法直接联系到医院的领导和大夫。但很显然，崔永元先生作为一个有上千万粉丝，说一句话有几千万人甚至上亿人能听到的公众人物，他本可以有更积极的方式去处理这位母亲的治病问题，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这是我们感到很遗憾的。而我们更遗憾的是，崔永元先生还不断鼓励头脑最为活跃、对社会责任感最强的大学生们也放弃这个责任。昨天很多人会很丧气地说，哎，这个社会没救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这个。这都是建设性的意见。崔永元先生的这句话一出，底下掌声雷动，可底下坐着的可都是大学生啊，他们本来可以一直以社会的主人的立场，面对自己身边和社会中的各种问题而积极的思考和实践，但崔永元的这一句话让他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只会采取抱怨的方式，将推动自己身边环境变革的责任全部推给其他人，让别人去解决与自己息息相关的问题。所以这无论如何不应该是一个老师对学生讲的话。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一定是不完美的，永远有许许多多这样和那样不足之处。我们的同龄人，崔永元的同龄人，甚至包括很多你我的朋友亲戚，他们都已经走上了社会中的重要岗位，成为被这个社会把脉治病的人。而崔永元抱怨的对象
以及他不断讽刺的对象，可能都是他的朋友、亲戚，但他们也不是完美的，单靠他们不一定能解决好所有的问题。然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啊！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在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都要承担起对这个社会的责任。我们需要有人抱怨，而且需要很多人抱怨，因为我们需要让社会知道有什么样的问题，所以抱怨一定是有用的。但另一个方面，其实任何社会都不缺少抱怨的人，因为抱怨是最简单的方式，不需要学历，不需要人脉，不需要思考，不需要实践，所以抱怨的群体中并不缺少像崔永元先生这样有资历、有人脉、有思想、也有行动力的人才。说白了，提破坏意见的人里，少您一个不少，您何必到那里凑热闹呢？莫非您也像许多人一样，只想通过批评别人的同时，自我感觉到一些优越感吗？我相信拥有着强烈责任感的崔永元先生应该不是这样的人。那么他应该怎么做呢？其实答案很简单，这么厉害的崔永元先生可以尝试提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吗？社会中缺少的是站在足够的高度去看到各种利弊并有所权衡，是接于地气可以感受普通人疾苦的人。这样的人可以在面对一个点的问题时，可以全盘考虑面的影响，同时提出尽量不影响整个面的而对这个点的解决方案。崔永元先生一定是一位这样的人，只不过他之前一直没有这样做而已。在我看来，这是莫大的浪费啊。崔先生一直在做的是对着那些他看不上的人一直喊着，你快下来。可崔先生从来没有考虑过的问题是，谁能上去？比如崔永元先生不满意交通问题，那么交通局局长，你解决不了，你下来。可是谁又能解决得了呢？崔先生，您可以解决得了吗？或者您认识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吗？您自己有过这样的思考吗？那如果连您自己都没有解决办法，那么您跟老百姓们说，你们也不要思考，只去抱怨就行了，那这个抱怨有什么用呢？交通局局长是下来，可谁上去？靠这些受您鼓动而从来不自主思考的人吗？您凭什么相信这些人会比现任的交通局长更高明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您是不是可以尝试着自己去做一些思考，做一些实践，去摸索一下这些问题解决方案，然后分享给各位局长呢？这样做是不是相对更有责任感的做法呢？而即使如果连您都没有想到解决办法也没有关系，中国的人才多的是，您是否可以转而去鼓励老百姓们在抱怨的同时去尝试思考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呢？至少在您的几千万甚至上亿的粉丝里，我相信会有一些人有足够的能力做到这一点。你要不要给他们一个改变自己、改变社会的机会？退一万步讲，你的抱怨并不会让你的粉丝们更开心一些，而您鼓励大家一起为社会把脉开方子行为，一定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生活的盼望，不是吗？当然，我们欣喜地看到崔永元先生近来在面对自己的私人恩怨时，已经知道不能再通过抱怨而让老局长下台、新局长上台之后再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乎他终于自己上阵，靠自己的思考和实践去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所以我们衷心的希望他这次的努力可以为他带来他期望的结果，因为这样会让他尝到建设性建议的甜头，进而影响到更多的人可以去积极的思考和实践。各位亲爱的朋友，如果您是一位对这个社会有责任感，愿意为这个社会的向前发展尽自己一份力，您可以加入我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我们一起去思考和寻找让这个社会不断变得更好的解决方案。在那时，你们所嘲笑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开会的时候，他们手里拿的方案可都是你们提出来的。好，我是雷青，欢迎您跟我联系。